人和人之间啊是缘分，人和这个狗之间我觉得也是这样吧。你说我怎么就这个被大白撞上了呢啊，就捡了你呢，你说你是不是知道我有地可以来这儿乱跑。虽然这个下午开会有一堆事儿还等着你去处理，像今天夏天天气热，我们也死了很多苗，但是这个在花园里干干活啊，然后给这个大白梳梳毛啊，这个很多的事情呢可能也就想开了。我的天哪，你看你吹的这些毛，大白还不乐意呢，那谁爱伺候你啊，人家你还咬我。好了，我轻点，我轻点，我轻点，听话啊。帅了娘，这个谈对象都容易了，够续一场小棉被了。走，我们走走去。